三学，三学就是戒定慧，戒是手段，定是基础，定从哪里来？定从慧来的，所以。研究经教能不能开智慧？有定功就开智慧，没有定功不开智慧。所以，学习经教也是修定。我跟李老师十年。学经教的定是什么？一门深入，老师教我们，连看注解只能看一种，看多了，每个人说法不一样，你的心就乱了，杂了，定会得不到了。一门深入。至少主修的参考资料要一门，一门里面有一些地方很晦涩，不能理解，找别的本子做参考，只看那几句可以帮助你断一身心。这三学是佛法的总原则，在家、出家、小乘、大乘，包括密宗，在家、出家都离不开三学。